好久不见，是他。区区酒囊和药，是你终于醒了。放心，很安全。对不起，好久没见过特勤对谁如此上心了。伤好点了吗？不是。所以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你若不想说，那我便不问。今日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。 多谢，等着你还。你说我们两个男人在这里看着，不变的我，我留。你若不听我了，生命危机死你隐瞒那一刻，那些不管你有没有功名，只有他的报复，你的全部，你的野乱，从贼如逆。 如何？人想到这些，不仅不紧张，他与周周不关系还非比寻常，是我之前小瞧了他。看你背影如此落寞，有心事？你看，这儿多热闹，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各怀心事。你觉得？你这口气。 真是怎么了？送你。殿下，我的确是阿石勒部的草民。又见面了，我只是想救我。你有没有想过去草民？他会原谅我吗？是阿修士，确切。我们是莫南冒昧的军队。住嘴！快撤！阿石勒村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你要背叛大可汗吗？幽州。 这小子绝不简单，还装什么忠心？其实也在于他有。拿下阿诗洛魂！滚开！还有多远？我一定可以救你，一定可以。你会没事的。你想？ 你这一枪，吃了足足3天时间。我也以为我会死。这次是你置我于死地的最好机会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如果他日我们正在沙场相逢的话，你会感谢我的痛。你倒是坦率。可我做不到。 报告大王，太原将军已带人攻破敌军。人人都要往国际桥，要为大军着想。但我之所以入局，便为的是这番蹊跷。大王到！我在地球等你。我回来了。对了，母后。 今天想让你见一个人，你阿娘第一次见我，得给她留个好印象。是儿子想一生陪伴的人。晚辈阿诗勒子，见过夫人。夫人您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答应回来，照顾她，愿您在天有为，得到安息。公子是要去何处？怎么，怕我把她卖了？三西看来，遇见她。 这世上最倒霉的事。放心吧，我定护你平安。无论是风雨雷霆，还是刀枪剑士，就由我阿诗勒索。用车。